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哲。今天我们玩的是思辨模式。这个思辨模式要怎么玩呢？想知道更多内容的话，请到 F 君 Ghost 幽冥团的官网来查询他们。没有，都到齐了吗 ？OK 吧？好，现在大家都把头低下，眼睛闭起来。好，天黑请闭眼。僵尸，起来看一下你的周围的。僵尸起来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僵尸看好了，低头，好，人类起来看一下 ，OK， 好，我们现在开始，各自分开分散，等等我会喊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开始，代表就开始的意思，先分散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僵尸哦，巨人，你好，我收枪，我是人类 ，OK。哇哇哇哇哇！僵尸哎！你是不是人类？我跟你讲，啊，我们三个一定要合作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是，我跟你讲，前面都已经被沦陷了，所以我们要三个合作。你确定你是人类？你呢？你讲，前面这是全部都僵尸了，我也是人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彼此，好不好？现在前面已经，我们不知道是谁是人了。哇 ，Goodbye。那边有人。喂 ，Goodbye！ 太多，省点弹药，集合！哎，你是不是人类 ？Goodbye！Go！哇，哎。我们都是僵尸，这两个我不相信，那两个我还不确定。小心点，那个不要相信，小心点。哎，那个不要相信，九星不要相信他，小心点，小心九星。干嘛？被包啊，靠背啊。他们两个是僵尸。小心九星，看你后面一个，不知道他们僵尸 ，Goodbye。但要省点。僵尸。你很多。
位置，快走，快跑！哇哇！好痛！站站！Nope. 好，挂。挂了。没事吧？没事啊，都没事了。各位看一下，这就是本日 MVP， 恭喜你上镜三秒钟。太闹了。应该都死光了。OK， 影片结束了，如果喜欢影片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不要忘记帮我们按个小铃铛。我是Ghost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